师傅啊，请再帮一个师兄看一下2010年属虎的一个小男孩，主要是看看他身体，他的主要的问题呢是生殖器肿胀，医生让他做手术，请问师傅怎么办？还有他的眼睛，就是说那眼睛一眨一眨的，就是说不太平的。啊，知道了，我看看，哎呦，一个，哎呦，一个墨鱼在他身上，乌贼鱼哟，哎呦。哎呀，一个很大的木鱼啊，哎呦，哎呦，一条一条的，哎呦，我告诉你啊，他这个眼睛啊，不但眼睛一眨一眨的，他鼻子啊、嘴巴都会动啊，乱动的。哎呦，师傅，哎呀，我的娘啊，嗯，那师傅，那需要多少张小房子呀？890张。800张。890。哦，890。放生要先放3000条吧。3000条。那师傅啊，那他那个生殖器怎么办呢？我看看啊，几几年属什么的？2010年属虎的小男孩。哦，他还有疝气。哦，那疝气啊。啊，疝气，而且呢，这小孩子这个生殖器发育不良哎。哎呀，哎呦，很不好，嗯。那师傅，这应该怎么办呢？这应该怎么做？歪的，都是歪的，歪歪斜斜的。哎呦，这个小孩子，这个小孩子现在几岁啊？现在应该是7岁，2010年。7岁是吧？右面肿胀。嗯。嗯。医学界叫疝气，就是hernia。和你啊，就是那个三七，他这孩子，我告诉你，他的那个这个小肠这个地方啊，就是那个膜啊，特别薄啊，现在已经有点破了，所以他、哎、他的肠子往下掉啊，所以他的睾丸里面有肠子啊，叫他妈去看呀。已经去了很多医院，但是他不敢。什么叫不敢、啊？医生叫他做手术。要做的，要做手术的。要做的哈。而且我可以告诉你，嗯、这小孩子，而且小孩子，这个生殖器发育不良啊，就是说，就是外面的那个外面的那个皮也特别长，明白吗？嗯。这个不行的。嗯。知道了，师傅。感恩师傅慈悲。